像高兴不要了的样子。张大爷，几日不见，你又胖了一圈。别的嫔妃都是吃两口就饱了，我看你是饱了还能再吃两口。是的呢。带我。萧大勇旁边的婢女现在也能上桌了。把你的牙龈闭起来。请问你进来是要干嘛的？我是有一个礼物，是苏宁超市的，要送给静静。那你圣旨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上面写致宁静，荣誉加入饭局，愿婀娜侠女岁月无忧。你是刚才那个戴眼镜的小伙吗？对。滚一边！我突然发现了。我马上滚，我还有一个任务。嗯。就是皇上，追我呀！这个是苏宁超市为您准备的美颜套装，有一些大枣啊，还有其他一些水果。都是青春永驻的题材。来，谢谢苏宁超市。谢谢，谢谢您今天光临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特别开心，谢谢。我之前好怕他哦，就是您几点来，我就说哪一天的通告我先取消一下吧。结果他一来就特别的不像之前看到的那样，很好像之前看到就觉得啊。话没说好，一杯酒就泼上来了，也没有，是不是很好的一位姐姐？嗯，因为她站在那里看着我，没有了。当然，她的脾气会火辣一点，然后我觉得她可能是一个生活中，对待各种事情都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。但是其实今天的聊天，我是觉得她真的是一个情感上特别细腻且丰富的人。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录一个节目，他对我其实算是有一点知遇之恩，比奇葩说更早。在录节目过程当中嘛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小伙子你太聪明了，你快来娱乐圈吧。哎，我真的来了。躺在家里就可以和朋友一起玩的饭局的诱惑的官方狼人杀 APP 叫做饭局狼人杀，微信首 Q 应用宝和腾讯视频或者其他任何地方搜一搜就可以下载。上喜马拉雅听新一季《好好说话》，让你饭局聊天不尴尬。嗨乐不间断，天天都好看。看视频必备的是什么？腾讯视频 VIP。关注微信公众号"东西门"，共赴有趣的高潮，治愈陈年的无聊。搜索微博话题"饭局的诱惑"，与节目官方微博互动，看明星组局狼人杀，真话假话把一把。来豆瓣。